恭喜你啊，蔡经理啊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你刚刚坐在台下一关一关听别人讲的时候，你什么感想？我快吓死了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要换我，我然后他们都把我的梗用光了，一上来就给我唱歌，那我唱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对，还要给我争取文化艺术类，太过分了。对，有必要跟他真的唱歌，文化艺术类。对，其实啊，告诉各位，任何地方请萧敬腾来，绝对不要让他随便拿麦克风唱歌。对他来讲不够尊重，所以我从来不让他唱歌。你看，当感恩的心，我就把他在旁边就好了。但是呢，今天有一个意外的情况，这样的，你知不知道萧煌奇应该是吧？我认识，我认识。萧煌奇37届的十杰得主，掌声鼓一下。你也认识张惠妹？认识。38届的金球奖的得主，金球奖就是十杰。好酷、啊！好酷！我们大爱电视台有一位孙翠凤小姐。他是我们大爱菩提禅心的团长，他也拿了我们的十杰。哇、wow ！你知道吗？我每一个来，我们的主办单位都说不要勉强别人，但是如果别人在台上觉得真的很感恩，就为我们哼两句，哼两句，我们就觉得太值回票价了。这个唱吧、啊，我这个想。不，这个唱不是为了唱。为了表现而唱，而是为了要巩固我的文化艺术。对，这话讲的好，巩固我们的文化艺术得奖。这是唱歌的。你愿意的话，分个40两句，我都很感恩的。80可以吗？可以，80可不可以？哦，我确实我是不知道唱什么。如果有一台钢琴呢，我可以唱更多。但是如果那我就随便唱几句好。对，因为你得奖一定有个 feel， 跟你哪一首歌最 match， 你的心情。哎，因为唱的歌实在太多了，我随便唱一个好英文歌，好吧？哎，好。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. Think about every night and day.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. I believe I can soar.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e open door. 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fly.开会的时候，我一再告诉找我的主秘，我说我虽然认识萧敬腾，我访问过他，我只知道他是很讲义气的年轻人，而且一点都没有那种做样的人，他很真诚。但是有一点就是，你不要逼我让不让他唱歌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其实我刚才确实是不想唱的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对，要不是那个想跟你唱。不，他呢？他是让我不唱的人。但是后来我们的这个，对的，梅林姐，花莲梅林也是胖了，我就想我的保卫好像不保，结果竟然我们全部人一同被请上来唱歌，这怎么回事？对，啊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唱一下。哎，掌声谢谢，我最后一定要对所有的朋友说一句话，当结婚了吗？啊，单身？不会的。永远单身最好。那个拿金曲奖的感觉，跟今天拿到十大杰出青年金手奖的感觉，什么不一样的感受？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？这个比较爽。得到我们金手奖的得主亲自打造，虽然他是已经上了做天使了，可他一关一关的传承给我们最佳的歌王萧敬腾。对，我还有话想说。讲，就怕你不说。大家都有家属，我的家属也来了，我的爸妈，对不对？今天从台北到我把他运过来。哇，这么多家属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如果就这样下去了，我回去会被打的。我跟你讲，哇，
对啊，然后刚才这个我们那个聂检察官，是是是，啊，你刚刚说你想哭的，我看到你的影片我才想哭，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有一些案子还没结束。你听他说对吗？你听他说对吗？我相信你是最公正的，好不好？OK， 还是要特别感谢我父母亲啊，因为从小他们也是像聂检察官说的，对我们孩子叛逆的孩子不离不弃，在我小时候最困难的时候，是还好有我爸爸的皮夹，让我们随时可得，所以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日子过，是对，所以还是要特别感谢我父母，现在他们特别啊来到这边，我们再次给生活不消妈妈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了不起，真的。对对对，我们都有需要金球奖的那种，因为如果太乖的孩子拿金球奖不算什么，他经过一段叛逆之后，最后在歌坛是个表率，这是让我敬佩的地方。谢谢，这真的。你除了爸爸妈妈，你还要感谢啥？感谢谁吗？特别感谢。所有师姐我都很感谢，每一个人我都觉得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天使。那我也特别感谢啊、李涛大哥是我的推荐人，是啊，一路都是他在支持我。其实我对不起啊，我们私交不错。对，非常感谢，因为他一直以来就很照顾。其实我被提名。我被提报我是不知道的，然后我真的是非常意外，然后对于这个奖项其实我也是很模糊的。对，那事实上后来到现在很多朋友的支持跟关注啊、一直给我们鼓励，然后我也知道这个奖项非常的慎重，非常盛大啊、所以我觉得是很多朋友一直以来给我的帮助。小颖，我跟你说，还有一个人，我们真的要感谢。为什么？我跟大家讲句实话，有很多优秀的歌手也想来角逐，可是当万一我们告诉你我们几月几号要颁奖，如果你能够拿到的话，你对很多歌迷是个正向的，你可不可以到场？不见得每个歌手可以完全配合。你的经纪人让我很感动，他永远退在幕后说，如果是国家的东西，只要是正向的。我大陆赚再多钱，我都会放下来让萧敬腾回来领这个奖。我觉得他的经纪人才让我佩服的，真的，我非常佩服他。他帮老萧，跟他的功能啊，跟老萧的歌声完全并驾齐驱。我常说，老萧唱得这么好，可是没有这个经纪人做牛做马，而且不露面。今天难得露面，不要拍他，千万不要拍他，千万不要拍他，千万不要拍他，拍我们两个就好。他真是了不起，哎，这个真重，是啊，这是真的从金箔所打造的，而且他这个手势其实有很多功能 ，Victory 胜利，如果对，那很好用，然后很漂亮，真的非常谢谢，很扎实，比金曲奖都要扎实，对啊，我们家那个都已经脱漆了，你知道吗？不一样，但是都好，这些东西都不容易得到，只是就是金箔整个镀身的，是真的，对，很重的、啊，很重。比林大哥拿的还要轻很多。对，那林大哥刚才说什么？你知道我们在下面打喊好不好？很好，很好笑，像情侣一样这样子。然后我说，你现在连最高纪录现在搬到多重啊？对，举重。他就说4.9厘米。我说原来你跟90关系这么好。4.9厘米，我心里想，6个我都搬得起来吗？这太厉害了，所以我相当佩服，真的相当佩服，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运动项目，真的很运动艺术家，他是你永远是我大哥。讲的这是今天最幽默的一句话，也是最可爱的一句话，不骗你。萧敬腾超过时间了，我们还想讲吗？对，我超过时间，但是那个吹时间的钟声没有响。以前我在金曲奖上面颁奖的时候，都会有那个吹钟声，我们就会觉得很烦。对，其实我刚上来以前，我很渴望听到那个声音，因为我可以赶快下去。但是现在上来其实蛮开心的。对，最重要是因为这边的磁场好，再加上跟你报告一下，你刚刚真的没有白唱。我跟经纪人报告一下，
大爱电视台，全台湾一股清流，全世界在直播，他都看了萧敬腾不为任何五斗米，只为唱给所有的亲商人听。哇，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那你就把金球奖还给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五个被拿到，我这是道具。道具就这么这么久。好，掌声谢谢。十年的努力，那你真棒。拜拜。他连这个规矩都学会了。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萧敬腾。你们放心，萧敬腾不会那么快离开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有个大合照。好，我们让萧敬腾回到位置上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，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。我们也让所有的好朋友知道一下，